今天过来万家逛了一天，一件衣服都没有找到，走得很累哦，回去了。泡泡要放学了，今天又让老师帮我带了一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好俊，今天出来万家逛一下，想来看一下那些童装的还有女装哦。结果逛了两个多小时啊，一件衣服都没看上，我感觉啊，真的。今天看的我的眼睛好累哦，边走边看。我今天中午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吃饭，所以啊现在肚子很饿，等一下呢看一下回去的路上有什么好吃的，买一点来吃一下。今天呢我把泡泡放在那个早教班那里去了，等一下呢我让我朋友去接一下他，因为带着他来这里啊人又多，他又不想戴口罩啊，就在那个地铁那里啊，每一个站他都想下，所以呢我不能带他来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明天呢我就去东莞虎门那里看一下因为在新塘啊这些款呢是有限的，我就想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一眼就能看上的那些款的，结果没有，我逛了好几圈，我也不勉强了，也不拿，看不上的话我就不拿，因为拿回去啊如果自己都不喜欢的话，我觉得啊我没有什么信心可以卖得出去，还是挺累的，每天啊来这里的人真的人挤人了。好了，我要去坐地铁了，回到新塘再说。来的时候太阳还是很大的，一下子下了地铁就阴天了。房东这几天真的好热啊，我听说外省的那些朋友还要穿那种长袖呢。好了，回去啦。看一下我家奶泡今天去幼儿园有没有听话啊？有没有听话？有没有想妈妈？有没有想妈妈？妈妈肚子饿了。啊，妈妈肚子饿了，先去吃个饭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好吧，好吧，我吃饭。哇，你穿的裙子好漂亮哦！穿那个裙子啊，穿了好几遍了。昨天晚上帮他扭个那个纽扣，才知道穿反的。我就忘记不要。不要就算不要。我又没有要你要。妈妈去装个饭来吃，还说不要？你以为我想你要啊？啊，我吃饭，你要不要吃？七耶。七耶。七耶，你们七耶。今天真的把我饿死了。七耶。我来吃一点青菜，今天呢去把泡泡放到那个早教班那里去哦。老师说反正改天就把那个天数那里改一下就可以了。好不好玩啊？去那里啊？妈妈，妈妈。好饿啊！这个腐竹呢，就是上次，河源那个朋友寄过来的，这样煮汤很好吃。嗯？有那里呢？切了。今天去广州白跑一趟，回来饿死了。等一下呢，吃完饭还要去发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喽。喜欢我的朋友，请给我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